丁程鑫和张真源在物料视频中表示，将跟着学校一起参加冬奥闭幕式，全景你们肯定看得到，到时候找两个头最圆的，年年期待住两位在闭幕式上的表现了。我们俩都没上呢，冬奥，我们是闭幕式，全景你们肯定看得到。全景我们找吧，一个一个找。